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爸爸到英国后蕾蕾一家的生活日常。今天又是上班人的一天，一下楼爸爸已经开始穿上围裙准备做饭了。经过了两周，爸爸也渐渐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节奏。虽然饮食上一直是不合胃口，但是为了我和 Timmy， 爸爸一直也在克服这个问题。准备吃饭啦，这是婆婆昨天送过来的羊排做的火锅，我下了点青菜。Timmy 一天到晚在堆他的城堡。我爸爸还记得每天吃饭前吃维生素，是好习惯，你想吧？我这是直播买的那里喝个维生素保健品，我真没得钱，保重身体还不好，不多陪两天 Timmy 呀。好，来。谢谢你。哎，不用谢。你把这个饭要吃完了就长高高哦。好的。这个，我给你弄一点洋芋，好不好？这个。吃土豆。土豆。嗯。好不？好吃。好吃。我有喜欢吃你炒的这个花生米好吃啊。Yeah, I can't pick it up with my spoon and chopsticks. 那拿好，拿好吧，空好。No, I don't need because this is flat.要不要打蛋？是要不要？是要不要？肉肉。不是是嘎嘎。好了，你吃吃。我不吃嘎嘎。来。我要吃牛。牛肉，像牛肉。爷爷在这儿七天，英文也不会说了，普通话也不会说了。再吃一块就很棒了。这个，哎，牛肉。牛肉。下班后，我们带着 Timmy 还有爸爸到附近公园散散步。英国的生活日常非常的单调，因为我们没有提前预约暑期的假期，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周边游一下。你们到这个那个屋里是家的还是你的？就是公园的野生放羊的。野生呀，也是公家放羊。他是自然生活在那里的。能不能到吃啊？他是自然和人都和谐的。你乌鸦咋又都大？乌鸦就像鸡子。